邻居这回真出差，来上他家帮他大扫除。你笑什么、啊你？这也是你能说出来的话呀？你看，我一猜他出门电脑都不关，去吧。真无语了，他怎么留着箱子给我开？这箱子咋是自己开的？我要是给他开出金，他不高兴懵了。你放心吧，没有这种钥匙。老公，我真的觉得今天是可能出金的。透明弹夹。今天是无语，因为少了力量。哦，错觉。哎，他号也不行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东哥拍卖的现场。今天我们线下除了来了很多观众以外，线上也有一些观众在等待着竞拍。你准备好出价了吗，朋友？我自己东西我还自己买回去。你嘴唇有点干裂了哦，最近。第一件竞拍产品就是我们现在坐的这个沙发，这个布料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产品啊。现在起拍价是一块，我出五毛。起拍价一块，一块五，一块五，朋友。两块，两块五，我出五百，还有没有比五百更高？你出一千，成交，恭喜白眼狼全款拿下了自己家的沙发，不要。我俩走了，你搁这住吧，我给你狼哥都收好了。这会儿白眼狼让帮他喂仓鼠，这不就成了吗？这都是。哎哥，等会儿我还回家住，我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儿。